好行啊！都啊，做少都无难这马上给您请啦。各位观众，平安！咱这边迎接圣诞节，我想咱大家拢足欢喜啊！即、這个街仔路的气氛，啊、這个店的气氛都不，拢无同，拢装饰个足水个。 所以我相信咱有感觉着一种诶欢喜特别啉到。今仔日我要报咱一个足好诶消息，叫做平安眠。平安眠即、這个消息第一摆是伫两千外年前，天赛就是天顶诶使者来报护一群各样诶人。所以我即卖着对圣经来读互咱听讲。 迄个时阵是安怎来报即个消息呢？讲伫八里乡即个山地所在，有各样诶人，暗暝照因诶班厝伫过收羊棍，有一个树架徛伫因诶边啊，啊，阁有做阳光四面因围起来，各样诶人真着惊。迄、那个天师着甲因讲，毋免惊。 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是要关系万百姓诶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个城，为着恁生一个囡仔，就是救主，就是基督。因恁要看见有一个囡仔用布包倒伫马槽，迄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间有一大堆个。 天边，伫天顶，阿罗上德。啊！你著爱意听伊阿罗的一句话哦。迄、那个天顶的天赛讲，伫最悬的所在的，阳光归伫上德，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我今日著是要甲你讲即句天赛来讲的好消息。 伫天顶极冠的所在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，愿圣诞正做一个，即、這个消息你来领受的一个人，互你真正知影讲，即个上帝实在是一个阳光的上帝，是充满光，充满天，啊伊。 来报咱即个消息，就是讲我带平安和世间遮个人。我唔知影你伫甚物时款会感觉讲你嘅心有平安。咱若一般所咧讲嘅平安，就是讲无破病啦，吼啊事业顺遂，啊个有趁钱，啊家庭真和睦。 安尼著真平安，这拢是足需要、足需要，嘛是咱逐个人拢羡慕诶，上帝足疼咱，伊来到世界是为了咱来出世，真做一个救主，著、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迄个平安毋是敢若靠咱世界。 会遮的代志若听，上要紧是你的心中有感觉着上帝疼，迄、那个疼临到你，感觉讲我有有疼伫我诶心内。迄款诶平安是真正超过的环境诶平安。我相信伫人生诶路径，你嘛捌拄着遮大诶困难，啊！伫迄个困难诶中间。 你毋知影要安怎行，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毋过迄个时阵，上帝甲你讲，不要紧，我已经降世来到即个世界，正做救助。啊，你个软弱，你个困难，你个做个当当，过去诶足济懊悔、痛苦伫你诶心中，我来救你脱离即个苦痛。 才会做一当当，互你会当成做领受我的疼诶人。人为互咱上无平安诶，著、就是做会困霸真安。明明知影讲即件代志毋好，啊毋过会去做。啊！伫世界所有足多竞争、战争、伤害，所以无平安。 上帝知影讲，咱伫即个世界有两种诶势力伫支撑。一种是上帝即个创造咱诶神，就疼咱。想说咱有迄个气力，通赢过才会做。所以救咱，甲咱救出来，叫做救助。救出来什么货？救出来即个黑暗诶世界，即、這个困巴。 即个邪存在诶，即个世界，甲咱救出来。即、这个救主著是来救咱脱离黑暗，互咱会当甲即个上帝三和，互咱会当甲即个上帝有关系有往来。所以人若感觉讲？想我原会拢会去做即个代志咧，啊有时啊想无开，厌世。 无愿望，即拢是咱活伫即个现实世界一个艰苦。感谢上帝，圣诞节著、就是要人甲咱讲，你毋免烦恼。咱有一个对顶悬来大有困力诶上帝，来出世伫人个中间，来带伫咱个中间，伊来替咱死伫十字架，互咱毋免受遮个歹。 会亏啦，甲咱拔掉嘞，咱会当脱离。圣经甲人讲，咱活伫即个世界，真容易的趁即个世俗的恶魔来捆绑，互咱活伫迄个情欲、物欲的中间。人甲人个中间，因为竞争，人因为贪，就带来足济个困扰甲才会上帝，真济人就是圣诞。 诶，好消息！耶稣叫做伊玛瑞利，上帝来带伫人诶中间，所以咱有即款诶愿望。圣诞节毋是干阿要欢喜，讲做老热咧。圣诞节咱着个顶拜来想讲，到底即个耶稣是安怎来出世？为什么上帝着来降世？因为人家己无法度通救家己。 所以，上帝迄个大有能力诶上帝就临到来出世伫美座，想到来出世美座，伊欢喜真做上加阶级诶人，想到王宝宝真做上上向诶人，伊互咱每一个人，无论官无论家，拢会当亲近，拢会当来到伫伊面前。所以耶稣若出世伫王宫，即。 各样诶，咱会当看去拜着耶稣，咱会当去看到耶稣出世未同啊。耶稣毋是出世伫王公，是出世伫卑者。即、这个耶稣真做上界界阶层诶，互全世界无论你感觉讲，家己偌卑微，耶稣嘛是为着你，为着我来到即个世间，所以咱有平安。 因为伊已经来，咱有一个大有快乐的神降临来救咱。圣诞节有即个好消息，毋是讲明年你会大趁钱，毋是讲明年你会拢无代志，毋是。即、这个消息是讲，上帝遮尔伟大神欢喜来甲咱同在。 甚至来住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的心有平安。我毋知你若出外时啊，等来到厝，啊，你头一句话一定会讲：回家真好，对无讲等来厝林足好的家己诶所在。上帝就是来甲咱讲，咱会当回家真好。 咱咧当等来己接厝，就是上帝本身是咱的厝。咱是伊所创造的，咱的生命对伊来，伊无放杀力，欢喜。过一摆来甲咱讲，咱有盼望，因为上帝已经来救咱啊，做咱的救主。伊来做咱的救主，也做咱会平安、会王，叫做和平的人群。 伊是带和平甲平安来，人最大第一项需要的平安甲和平，是甲上帝和好。人甲上帝本来已经离足远啊，无法度啊。耶稣来用伊的十字架来甲咱连起来，所以咱会当倒等来上帝，等来厝，真好，等来到伊，等来天边的厝。 阿爸爸的厝真好，因为伊足疼咱的，疼到来替咱出事，疼到来替咱死，这就是圣诞节上好诶消息。天神讲，我报互恁大欢喜诶好消息，大欢喜诶好消息，毋是干那要互你得到世界财物，大欢喜诶好消息，就是讲上帝来啊啦，来救咱啊啦。 上帝来啊，来和咱做伙大。上帝来带咱转来啊啦，因为咱迷路，咱也唔知咱对对来。后摆鬼王要去追，嘛毋知影。耶稣来甲咱讲，咱有一个灵魂，这个灵魂有一日要等伊上帝所在。等伊到遐个时阵呢，咱这个肉体就结束咯，毋顾灵魂未结束。啊，毋免讲，唔知道要去追呢。 知所以咱有平安，因为咱有五忙。第一个五忙，就救咱脱离罪；第二个五忙，就是伊来跟咱相合大；第三五忙，就是带咱回来；第四个五忙，永远的所在，伊嘛要带咱去。阮阿公是一个孤儿，阿姨细汉的时候无爸母，所以真艰苦。啊，毋过有一日。 啊！伊去到一个冰冻市，要去做店员。啊，入去伫一个基督徒的店做店员。啊，伫遐呢，即、這个老板将即个上帝报伊知影。我阿爸，我阿公做塑仙，讲塑仙啊，塑仙啊，你敢知影？咱有一个天白做天人。 耶稣已经来要带咱，看上帝好好，阿、啊、伊要做你个天爸，你买无？啊，阮阿公公，哦，我从细汉拢无无人听我，啊，有一个天爸要听我，我买咯。啊，阮阿公就接受耶稣做伊个救主，所以，然后伊真正经验上帝是伊个天爸，一世人我靠上帝，心内平安，佮有喜乐。 有勤力，所以到伊即个店主呢，感觉伊足认真呢，足乖，所以将伊个小妹仔嫁伊。所以阮阿公甲阮阿嬷呢，啊结婚了就出来做开创家己的事业，啊想着祝福伊呢，一个孤儿变甲大成功嘅生意人啊。毋过大成功无何伊遐欢喜啦，上欢喜就是伊真做上弟一家里。 逐早起困醒，就伫遐吟诗，学罗上帝，啊，上帝，你真正是我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，但你吟诗吟啊，遮大声哦、喔，哇，到年老的时阵八十六岁，伊嘛，逐日拢平安呢。有一日，啊，伊爬来讲，目睭煞无看，啊，毋过伊安怎，嘛不要紧呢，心内嘛平安呢。 啊！有人朋友来讲，素贤哥啊，啊，阮伫咧开即个眼科医，啊，我带你来手术啊。伊讲毋免啦，我即个世间已经看足济啊啦，毋免阁看啦。哦”吼。所以呢，我咧等候要等去遐啦，我心内有平安有喜乐，啊，真正无爱手术呢。啊，有一早起，啊，著嗽一声，啊，著等去啊。 平安，命是对咱一世人诶，毋是今仔日咱欢喜那听，因为上帝来带伫咱诶内底，上帝来甲咱讲，伊听咱，伊要互咱有快乐、脱离咱真爱脱离个，再做，还是咱诶歹习惯，还是咱诶无好诶所在。你甲上帝和好了后，你着有法度甲人和好，平安。 毋是伫无战争的时阵啊，定，我拜摆有一个兵啊，啊，伊伫即个战场的时阵，啊，伊足想厝的，圣诞节足想厝的，足想爱登去厝里呢。毋过照轮流，啊，伊袂当登去啊，伊就足毋甘讲啊，阮的囡仔伫厝里，啊，我准备只圣诞礼物，啊，煞我煞当的袂当登去，上帝看过伊哦。 迄日落雪哦，伊歹排只内面，啊带个脚落咧等车，看有人要车互坐无？一台一台,一台，一条过拢无人要互伊坐，因为落雪落足大，都咧赶光。迄、那个时阵，忽然间有一台车过了，啊，搁翻头来，伊讲：，我载你，你要去倒落？哦，啊，台、那個、车个四个台呢？ 讲啊，我遮个面无下落，袂使呢？讲无啦，无位啊啦，袂使啦。遮个面若无转去，袂使啦。讲好，安尼我家汝敲敲敲敲了，就甲载入去。坐上车的时，即、这个阿兵哥就问即个塞车,车的人讲：，是安怎刚刚，较拄啊，汝塞过？阿那个反头？伊讲是我的上帝感动我。 应该当爱在哩，什么意思？一个甲上帝好好这个线会通的人，上帝会伊讲话，上帝会解伊讲伊应该爱安怎做。所以迄个时阵，这个阿边哥心内知影讲？我也有上帝，因为伊过去伊无爱信。迄、那个西到因兜的时阵。 因为囡仔拢想要预备等下过圣诞暝，所以电话暗暗啊。啊，伊七点零，哇，规三个囡仔甲伊个父亲人拢出来你。你敢知影即阿炳哥迄日的圣诞暝，徛伫伊全家的顶冠讲一句话，讲所疼的某啊，所疼的囝，恁今仔日有一个新的老爸。 我已经相信有一个上帝伫逐款个下面拢在带咱，今仔日一感动即个人，在我倒来，我要相信上帝真正疼咱，所以就规家拢揽来伫遐跳跳跳欢喜，然后做一个感谢平安夜，啉到即个家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毋知影你目前个情形安怎？ 总是我知影，今仔日我要将天师消息送互汝。天师讲，报汝一个大欢喜诶好消息，因为今仔日，伫台北诶城，为着恁生一个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然后讲，极权诶所在，阳光归上帝。伫地球伫汝诶家，伫汝诶心。 平安送予你，因为你是上帝所听的儿女。愿你今年的圣诞节和过往无相像，因为你目前听到即个好消息，你欢喜讲上帝啊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互我真正心内有平安。我目前有再困难，给你给我拄起。 请你来住伫我诶心内，我即世人要我靠你来经验你。有时啊，咱想讲人生，我拄着遮侪困难，可能无愿望咯，还是讲啊，我失败到安尼，还是要安怎个爬起来的？啊，即、這个上帝有够奇妙的呢！伊拢知影咱诶情形，所以伊安怎会找人来帮助咱？有一日，我去看我。 中医个医生，爱、啊、讲一个故事互我听。伊讲我吼，即、哦、世人经验上帝，所以我无论环境安怎，拢心内足平安嘞。伊讲有一日伊家己个古仔担保，啊，刷砖厝互人过去啊，银行要来甲高厝啊，伊足烦恼。因为伊伫迄间店在看患者，啊，楼顶咧住，啊，有顾个着拢无伊啊。 做欢乐，感谢上帝！你若甲上帝和好了后，你甲天顶即条线会通，有电话会当卡天顶啦，即叫做祈祷，对无所以就，安哪伊得祈祷，讲上帝啊！啊，我毋爱共倒钱，毋过即条钱也无当摕来行，啊，我要来甲我个朋友借钱，啊，伊毋知要借我无，啊，你帮张我。 所以，着对滨东坐火车坐到高雄，啊，坐到高雄，迄、那个车站出来咧落大雨，爱着徛住遐。啊，有一个人忽然间拍伊个开遮片，讲小意思，啊，你来遮要创啥？伊讲啊，我得安尼啦，甲人担保吼，啊，说，迄个人啊，做袂起来，啊，袂当行，啊，我无法度啊。 我著要来甲我诶朋友借钱啦。哦，伊讲安尼哦，啊，我借你，你缀我来，怎啊带伊去家看伊欠偌济，拢先借伊去还。款代志袂当常常拄着，对无？总是上帝会牵即款线。我若讲我诶故事讲未了，著是拢即款线，即、這个顶悬诶线来通，上帝逐条著甲你牵。 电话拍起哩，伊就知影啊！你会当收到伊个电话呢，会当听伊甲你讲话呢。所以，即、這个医生呢，就摕朋友的钱啊去行了啊。啊，唔过借嘛，都要行啊，要安怎？更较奇妙的讲，这是上帝哦，开始照照顾人呢。有直接一个人来讲啊，小医生啊，你有偌济钱？ 你若有钱哦，即卖拢爱金杯当归哦，要起大价哦，收买钱拢要买哦。哇，伊讲有影，哦，哇，伊著较紧诶，轻轻诶，嘞，再买几十箱哦。你敢知影？迄、那个当归哦，经过几个月后，即、这个卖伊诶人来甲伊讲，我三十杯甲你买啦。即卖哦，大约当归无几吧，说起大价啦。这是几啊十年前诶代志啊，五十几年前诶代志。 啊，所以即个医生哦，袂诶当归。这无应该足清楚。上帝是听咱世间人听到将耶稣来出世，这就是上帝，就是咱诶天父，就是创造这个宇宙，甲创造咱生命诶神。平安妹，我望你会当过来听着即个天使在唱歌。平安妹。 我爸一摆破病，啊，倒伫迄个病床袂当爬起来。啊，阮教会师班拢来围围伫遐替我唱即个平安夜。我感觉迄是真正的平安。有一年诶圣诞节，我入院袂当倒来。我伫迄个病院咧，就煮叫人煮一卡面，啊，伫遐召集破病诶规镜头着十几个人，啊，伫遐。 讲即个平安诶好消息互因听，我诶心有平安无，有，然有平安，因为我知影上帝疼我，因为我知影伊逐项歹拢会当变好，因为我知影伊伫头前来赏赐我更较大诶平安甲祝福，所以我毋免烦恼，我著安怎，我著我可以，伫即个世界，足侪人咧受苦。 我真爱报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来接受即个平安的好消息。圣诞是啥物意思？上帝来到世界为咱出世，耶稣为咱来世提悬大罪，甲咱救出罪恶的捆绑甲关系，互咱会当弃邪归正，互咱有快力。 倘咱赢过一切应有，互咱的心，因为上帝的听就满足，袂安尼为着贪财贪利来行毋对的路。平安是上帝来带伫我的心中，互我感觉讲，我转来到厝啦，我免阁挣扎，我是伫上帝的家内。 所以我的心有平安，平安是超过世界所有当给你的。我捌拄着足大嘅困难，啊毋过我知影讲，困难是一个人生的路程那定，毋是终局，困难毋是终局，是一个过程。伫困难的时，即、這个听怪上帝。 亲身甲我带路，我毋免惊。我知影伊甲我砍嘞，我着免惊。有时啥会坎坷歹行？伊甲我砍嘞，我着袂跋倒。所以我有平安。人生啥物人无爱平安呢？我毋忘即个平安，今仔日啉到你，也啉到你个家庭，即使你个家一向无平安，你今仔日就甲上帝讲。 上帝啊，请你临到我的家，将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给我的家有份。我相信，你若对上帝安尼求，你的家要有一个惊大诶反转，因为上帝的能力来到你的内面，来到你的家。迄个时阵，你也要甲天神、三界恶老公伫极关的位，勇敢归上帝，地上和平。 归地，我甲我诶家，甲我所有诶人，愿上帝祝福你一。一空、二空、一世诶圣诞节，对你真侪无相像诶圣诞节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替别人感谢你，互我甲遮诶观众，三脚来庆祝即个平安夜。最大诶平安就是人当来甲上帝和好，最大诶平安就是上帝临到阮诶生命中。 上帝来带住阮的家庭，求上帝锡阮，我阮今日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嘛要有分这个好消息。等我家里求一时，求你着听阮的恳求。今日开始平，平安在我内底，平安在我家，平安在我的一生，以到靠主的名，下面。